你觉得香蕉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香，试试看。所以香蕉就不是水果啦。我以为它这个是水果，还有很多水，我认识。哎呦，一只。有桃子泡一下，还有柠檬比较饱。香蕉也没有水。确定。那你不可以再皮厚。它皮很厚，所以厚脸皮的就不行。不一定。不一定。不一定。哎，可能是不是也可以？哎，搞不好皮，哎，是神哎。搞不好皮也可以做哦。所以，当你还没有做实验以前，怎么样？先不要乱说话。先不要讲确定的事，应该要怎么说？先确定。哎，是的，很好，来。可以，可以。那你需要什么材料？一样。开始材料转到前面来，我们看看你拿对了没有？好，这个叫做什么东东？来说一次。铁钉。哦。铁钉。用铁钉，或是这个叫什么钉？图钉。你家图钉长这样？这应该是铜吧？哎，再说一次。铜线。铜线啊。铜线，那这个呢？铁钉，铁钉，这两个金属相同还是不相同？不相同，一个是铜，一个铁。哦，是，所以要两个不同的金属，有可能会产生电，是不是？对。听说两种不同的金属的话呢，它们在一起，它们彼此间具有电的电位会不同，电位有高跟低。那如果这两种金属它有只要有电位的高低落差比较大的话呢，哎，你把它接在一块儿，让它有机会的话。它就有可能产生电流，哎，帅啊！比方说，你帮它就把它插到哪里去？柠檬。哎，它水果柠檬里面去，它就有机会在里面产生电子的流动。哎，这个厉害了哈、哦！这个科学家很强啊。在里面循环吗？哎，说得好，所以那个电是不是可以一直放着放着，就是可以不断的循环这样子呢？让你唱一阵子，全部三个人合作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一组我看到小组合作不错。啊、可是香蕉没有水啊，什么水果电池都没水哎、欸。果皮，哎、欸、不，没有，它要的是里面的，有啊，我不知道什么里面的做电解质。所以刚才一个人提出果皮，搞不好也可以哎、欸，所以你非常优秀。要的是汁不是果皮。哎、欸，要的是汁不是果皮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面好像有电池。哎、欸，因为汁有水。你看，因为它的声音我有听到，你的声音我现在还没听见，对不对？你们是接错会不会？哦，会不会是这个要接在？啊，我懂了，会不会正电有正极跟负极？那黑色的到底是要接红的呢，还是接绿的？我们看看它的是接哪里？你看一下，它红的接红的，对不对？红接红，它是红接红吗？是红接红吗？请问你是红接红是不是？啊，对啊，红接红。啊，黑的嘞。我看黑接绿，黑接绿，嘿，啊！可是你们插在电极里面是接什么？黑色是接铁钉，红色是接那个铜、哦。黑色接铁钉，红色接铜线。铜线，搞不好插近一点。有啊有啊，你别这个别乱动，别乱动，这有啊，耶，成功！越近越好。再说一次。越近越好。再说一次。越离得越近越好。哎呦，离得越近越好。那不要两个都给它插在一起，会发掉。那你觉得插在一起可不可以？正极加负极。这样会坏掉。哎，正极和负极可以短路吗？可以接在一起吗？短路。